刀同埋个尖刀。咩刀嚟噶？生果刀。生果刀啊！为十蚊会费用生果刀斩伤人只手，所谓伤艾唔好口，佢斩人之余仲要整伤自己左手，为乜咧？消息话佢同长洲渔业联合会嘅副主席之前为咗十蚊会费嘈过噶啦。星期四晏昼一点几，佢揸住把八寸长嘅生果刀冲入新兴街嘅联合会，嘢都冇多讲一句，一刀就斩落去打跟牌嘅副主席就左手，好彩手掌只系轻伤啫。而几个雀友即时夹手夹脚制服疑犯，警方嚟到，当场以涉嫌伤人同藏有攻击性武器将佢拉咗。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预约糖解便通，畅快便便，梗系开心晒啦！万名读埋。